结果他自己不会开，他说阿神盖的比你好。比如这种东西，就是输不起的人都会拿别人更强的东西来跟你比较。欸，我盖的不够高啊。后来对啊，你看明明我往上叠，我真的不懂他到底蔓延的机制在哪。你看我明明盖旁边又不烧，在上面又烧，而且就是这种岩浆喷起来的效果，我真的觉得是粒子效果去碰到欸。超奇妙的。我昨天就是挂着大概10分钟嘛，然后没有烧，我就没有去理它了，就居然又给我烧起来，what？然后后来我去查，他们有说分易燃，那再来就是说羊毛易燃值是100，啊木头是易燃值是那个30。安安呢、啊？现在是不知道做什么事情的时间，因为刚刚研究的东西都研究差不多了，想研究的东西差不多了啦。现在这些事已经研究到不知道干嘛，在找事情做的烦心。对，因为你们知道有个就是算 bug 吧，就是沙子会一直抖动，然后抖动的沙子上面可以种那个甘蔗，然后仙人掌或者是竹子，然后有点类似连山，它会破坏它的那个生长那个机制，它就会生在上面，然后你大概就是1秒钟会有3到4个那个甘蔗喷出来。这个在1.14版本之前我会盖，可是1.15它有变，那个我没有研究。啊，然后想说就用这个机制去盖那个堆肥桶，就是你堆肥桶下面一大堆骨粉。后来想想，我那么多骨粉干嘛？啊，主要是啊，那个也不行盖哦，麻烦。因为如果我盖出，想一下哦。甘蔗，不，竹子是不是可以当燃料烧？如果可以的话，我就想说用烧竹子当燃料，然后仙人掌拿来烧，那就可以烧出那个什么经验值哦，熔炉经验值，这样就可以有更多经验了。可是想想有窟窿塔，去窟窿塔就好，然后那么多经验干嘛？而且那个经验你要长期挂在线上才有用。后来想想，很多东西都是需要长期在线上才有用的。后来想想，还是窟窿塔就好，因为你熔炉要烧，一个熔炉要烧不是要8秒到8秒还是10秒不是吗？啊，你要完整烧完一组东西，时间又要很长，你搞不好一集下来只能烧个几组而已。然后后来还有一个东西，我应该是盖不出来的啦，因为轻松生存有那个。有防爆跟那个防喷嘛，那个火蔓延这东西跟防爆有关啊。然后需要的机制就是利用这个东西烧到地狱门，然后再用水把地狱门浇熄，这样子以此类推，一直去做，可以。我试试看好了。这边开始就是我只是看过我没试过的哦，不要追我。1、2、3、4、5、6、7，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3、24、25、26、27、28、29、30、31、23、24、25、26、27、28、29、30、31、23、24、25、26、27、28、29、30、31、23、24、25、26、27、28、2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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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4、25、26、27、28、
哎、欸，还是要防烧才行啊、喔！忘记了，嗨，琪琪，我在直播去伺服器玩吗？不会耶、欸，就其实比较想跟认识的玩啊，自己玩我真的还好。
欸，忘记怎么盖了，靠边呐、啊。欸，当时他怎么盖，我真的忘记了、欸。哎，这样子吗？哎、欸，先问一下防烧的指令怎么开？防烧跟防那个蔓延是不是不一样啊？那个防烧火还会蔓延吗？啊，蔓延跟防烧是不相关的东西。我要问这个。Hello， 有人吗？有人懂我在讲什么吗？因为等一下盖的挖沟很吃连闪，所以这不可能在伺服器里面盖啊。嗯，哦，不对，这个才要防烧才对，我去查一下防烧指令。防烧。这个吗？天哪、啊，我好想填满指令哦！哇！哎，我还想录一个影片，就是所有方块啊缩时的声音。或是填满，就是破坏，可能是你挖石头的那个挖石头的声音，哪有分两倍速啊、三倍速啊、多少倍速这样子？因为每次后置听到那种加速的，看那种声音哦，就觉得好好听哦。好啦，先这样子啊，我先测试看看成不成功。因为他如果点燃的话，会点燃到地狱门吗？哇，声音好大声哦！选项音乐先关掉，完成。然后他点燃会点燃到地狱门去，然后重点是我要看看可不可以，因为。我要的是防烧，但是火还是欸，火会蔓延吗？我不知道欸。欸，白痴，我点反了啦，点这边才对啦。欸，不好意思。不是，我的火点反了，等我一下哦。好。我的火点反啦！不对啊，我没点反啊，等一下哦、喔，我就是要这样这边啊，啊这样子打掉是不是会有啊？欸，真的欸，哦，不行，我觉得我的脑容量瞬间下滑，因为我记得有个就是烧的指令跟防烧的指令。爸妈不确定耶，还是他当时这样点的、啊嗯、糟了，因为他的机制就是你的那么多火嘛，他会烧到这边来，一烧到这边来地狱门就启动，启动之后就会有高几率出一只猪人嘛，
然后再用水流把那个地狱门冲掉，然后冲掉的瞬间马上又燃出一个地狱门，然后那个生猪人的速度真的超级超级快，啊，这边都清掉啊，烦死了，失败，没有好好做作业，而且那个影片是我去年看到的，已经很久了，负二三四四负八三。可是那个不可能在那个啦，生存多人生存盖、啊、太吃资源了。22735199 AI 啊，OK。好啦，快五点了，有要干什么吗？音乐音效。继续，哎、欸，我问个问题哦、喔，我等下做一件事情，你们听声音大不大声哦、喔？你们现在是不是也听不太到，就是火的声音还是什么声音？你们现在听这声音是正常的吗？你们听声音是很小声吗？那我因为我昨天就在测试那个我的耳机的东西，所以需要你们陪我听听看。看一下哦，现在是16。喂，靠近我、哦、没有，我说的不是靠近。你现在听声音有变大声吗？我拿这个试好了。我问一下、哦，你们现在听这个噔噔噔噔，声音是大还是小？靠，怎么能听啊？没有声音吗？很小声，对不对？我只要问说，你们听听看声音有没有变？有变大声吗？没变大声，对不对？超级小，没有，因为我在找原因，我在找那个，因为我调耳机会动到游戏电影。那么电脑内的声音，可是我现在调完发现好像没有差哎、欸，怎么会这样子？哦，没有，那是正常啊，那我知道了，因为其实我昨天有拍那个我的现在电脑里面音量大小声音给其他人看，他说你都听那么小声呢、喔，我说不行啊，因为再大声一点我的都会爆掉。而且现在我麦克风声音是100趴，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听不到，我真的觉得很头痛欸。继续选项，跟这个无关啊，因为这个这么大声，我自己耳朵会爆掉。还是这样你们才听得到啊？可是这么大声声音，我真的我自己听是声音已经有点很我耳朵很痛了。这个咔咔咔是什么声音啊？方块不是，环境不是，语音。不是，这咔咔咔到底是什么声音啊？很大声耶！唱片机不是，哦，有大声很多，可是重点就是我的耳朵很痛，不然就是我再把我的耳机调小声，然后把游戏内的声音调大声，我只能这样子做了。就比如像这个样子，我看一下哦，我调到。2趴，然后游戏内的声音选项、音乐这样子，
你们这样听是不是很大声？这样子我讲话声音应该也没有比较小声，还是我讲话声音很小声，游戏音量变大声？超清楚了吗？可以了哈。那我觉得我可以把这调大声了。我大概知道原因了，因为我一直以来我以为那个，我以为是我自己听到多大声，你们就听到多大声。我要的不是咔咔咔啦。好了，这个声音应该都 OK 了。那没问题哦，之后的声音应该就大声很多了。有了哈，像，应该 FB 的声音也都变大声了吧？羊的声音都听得到了哈。我现在是担心我之后后置声音会不会爆干大声，因为其实我后置声音有增量6啦，可是那播出来的声音就是刚刚好，所以现在声音都可以，就是不会说有太大太小声。那再就是之后 DC 吧，像如果今天晚上7点开台的时候，声音大声音小，你们再提醒我，我再调。啊，像现在这个 OBS 通知就变小声了，看一下怎么调 OBS 声音，没办法调欸，就这么大声欸。没关系啊，这个我知道原因之后就比较好办事了。这样子，对啊，我这样很多东西都要调啊。没事啊，不然你们每次都讲我声音好小声，我听到也很烦。不是啊，音效这个音效到底是啥小啦？你看一直咔咔咔，到底是哪个啊？我全都关掉了，又咔咔咔。屁嘞，最好是嘞。敌对生物这个要开，音乐这不用，音阶和方块友好生物环境。没事，其他游戏要调，我发现声音变小声，我就知道要调了。重点是我要把游戏拉大声啊，不然就是游戏大声，我自己。不对耶。